东北的啊，白糯玉米，又大又饱满啊，软糯香甜那种，都是这种啊，真空的包装，哎，真的好吃。收到货就是把这个袋子撕掉，扔进水里边煮个15到20分钟，拿出来吃就是软糯香甜，真的好吃，越嚼越香。主要是啊，品质好，价格还便宜啊。点开右下角看看，一根才管多少钱？就这种小棒的，一半这么长的啊，搁外面都好几块。看咱这大棒，每一个都这样式，饱满，颗粒还紧实。就是早餐晚餐就煮点这个玩意吃，多好啊，健康。这玩意就趁热吃，真好吃。